贝利亚，还我蘑菇！凭本事抢来的蘑菇，凭什么要还给你？那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。小小马里奥，让你也不是我贝利亚的对手。什么事啊，大惊小怪的！是贝利亚，他抢走了马里奥的蘑菇，还打伤了他。什么？我们快去帮马里奥！哎，大婶，贝利亚可是有超能力的，我们这样赤手空拳过去，不被打死也会被打个半死的。嗯，也对。哎，有办法了，我这就给马里奥做一个最强装备。射手，你过来。大功告成，射手，走，带我去找马里奥。在这边。贝利亚，放开马里奥！就凭你，也敢让我放人？大神车手，你们不要管我，快走！马里奥，接着用你的超能力驱动这把装备，它会发挥出巨大的威力。送你！耶、yeah, ，好！哼，毛头小子，口出狂言，看我不解决了你们两个！邪不压正，明白不？点击下方抖音视频关注一下呗。同学们，今天老师带你们回忆童年的味道，知道什么？不知道。吃辣条。美丽，你上去，上去床上。就是啊，你可是全班第一，上去。哦，这回想起我是全班第一了，有好事的时候怎么不想着我呀？哎呀，去吧去吧。我不去，去去。来吧，美丽，可香了。来了，老师。菜菜老师，这能吃吗？这话你就说错了，你应该问好不好吃。这能好吃吗？我能不吃吗？不能，张嘴。我的天！好吃也不用这么夸张吧？好吃，老师我尝尝。美丽，真的好吃吗？我骗大圣的，等着看好戏吧。你这招高。菜菜老师，多放点辣椒。没问题。哎呀！菜菜老师，这辣椒真好吃。美丽，你骗我！老师，快点给我！臭臭，你还真是个吃货，给！太难吃了！点击下方抖音视频关注一下呗。